九龙香格里拉酒店旗下餐厅因应疫情推出不同的外卖优惠，更可以用 WhatsApp 点餐，非常之方便。挂住日本的便当，摊慢日本料理就有多款外卖选择。落单之后30分钟就可以在酒店门外领取。便当以上乘的日本食材制作，材料丰富，非常之好味的。另外还有特别款式，里面有多款的料理，相当之丰富。而 Tapas Bar 亦推出地道西班牙小食外卖，经典的烤八爪鱼，传统西班牙烩饭，香口的煎鹅肝，又或者是佐酒小食迷你汉堡，都可以带回家慢慢叹。而今年酒店亦推出新口味的月饼，有以传统日式甜品为灵感的迷你抹茶红豆柚子白肉月饼，和咸香的肉干肉松月饼，即日起开始可以预订了。